抗爭，因為五大訴求是缺一不可。嗌一次口號先，五大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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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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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樣記住的就是我哋今年是要繼續去抗爭。第二樣大家要記住，香港政府現在開口埋口都講一句說話，就是話新的一年我們要復和了，我們要回歸正軌了，我們要復和了。但是你要懂得回應香港政府，你要說沒有真相的復和是永遠都不會復和的，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是永遠沒有辦法復和的。黑警的暴行得不到懲處，解散警隊刻不容緩，懲處不到黑警，香港是不會復和得到的。你要懂得回應這個政府，政府他說要復和，你要跟他說如果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香港是永遠沒有辦法復和的，是不是？是不是？這個是最重要的，你們記住，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沒有調查到黑警的暴力，新屋嶺有沒有性侵犯人，沒有穿衫沒有褲的陳燕林為什麼會在海那裡死了，而她媽媽陳燕林的媽媽，她說她是她媽媽上電視，她跟你說我的女兒是自殺的，我的女兒不是被殺的，你們不要再追查下去了。這些事全部都在2019年解釋不到的，未解決的，這些事全部是不是？周子龍22歲的科技大學的 Computer Science 的一個的同學仔，為什麼會在那裡跌落地樓，而他跌落樓的時候 有專家說他是不像一個有意識的人跌落樓這樣的跌法的，根據他的身體的損害的程度，這些的疑團全部都未解決。所以獨立調查委員會一日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一日都沒有辦法復和的，是不是？這些你們要全部記住，各位市民，這個是第二點，我今天特別要講的。第三點，出來和你飛的市民，你知不知道修頓球場拉了兩個人了？剛才15分鐘之前，看看先，10分鐘之前，10分鐘之前修頓球場拉了兩個人，現在3點，2點10個字，修頓球場拉了兩個黑色衣服戴黑色口罩的示威者，拉了兩個人已經。所以請各位市民記住，第三點就是無論你是和理非也好，你是抗爭者也好，即是衝衝子即是勇武派也好，你是普通市民也好，你是黃絲，你都要支持這個的抗爭運動，要支持抗爭的人。那你有沒有底線啊？現在不是我們有沒有底線，現在是個政府沒有底線。個政府怎樣沒有底線啊？沒有一個香港的政府的交官是需要問責下台的，沒有一個。對上一個問責下台的高官你記不記得是誰？沒有人記得。剛才我在東角道問那些人，有沒有人記得對上一次下台的高官是誰？你知不知道他說誰？董建華、梁錦松，是啊，講緊梁錦松啊，仲屌你話，哇，曾德成啊，有人，曾德成都不是問責下台啊，喂，曾德成是被人政治迫害下台啊嘛，曾德成是吧？是啦，他要留翻個位俾阿垃圾桶劉江華上啊嘛，曾德成。對上一次問責下台的高官已經要數到梁錦松了，我頂你個肺。沙中線短裝沉降，他說沉少少不緊要嘅，我哋放寬個標準，沉多啲都唔驚嘢咁。我頂你個肺，冇高官要落台。陳帆仲喺度啊，仲講緊嘢啊，陳帆。送中條例，市民懲罰咗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大敗，我都輸咗，雖然。我輸俾柯創盛，我4327票輸咗，唔緊要。但係香港人已經係贏咗同埋懲罰咗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向呢一個特需政府投咗一票唔信任嘅票同埋憤怒啊！對於你個政府，因為民建聯、工聯會係支持送中條例，支持林鄭拆婆嘅送中條例，係咪？而家佢好似唔關事嘅，民建聯同埋工聯會，最衰個政府啦，最衰係林鄭月娥啦，阿麥美娟咧就
掹下林鄭月娥的老尾啦，搞到我哋工聯會輸曬啦咁樣。各位市民，呢、這個政府係與民為敵，你唔好問啲抗爭者有冇底線，你應該問呢個香港政府，你做咁多與民為敵嘅嘢，冇有冇底線？沙中線冇高官問責落台，送中條例冇高官問責落台，一地兩檢。那個英國領事館那個鄭生已經話到俾你聽，一地兩檢嘅邪惡同埋違反破壞基本法、破壞法治嘅離譜程度係乜嘢？依然要繼續一地兩檢，依然港珠澳大橋無啦啦執咗個阿叔，就話佢你走私啊嘛呢、這個阿叔，我都走私啦，我遲啲俾人拉，我仲嫖妓啦，我遲啲俾人拉。我又走私，我又嫖妓，我又在大陸車死人，然之後走咗落嚟啦，我梗係咁啦。乜嘢罪狀都可以屈一個人，乜嘢罪狀都可以呃落一個人嗰度。各位市民，本來我哋香港係有法治嘅，其實自由我哋都有嘅。九七之前，民主你可能話冇乜，法治九七前我哋引以為傲嘅。如果要排位，法治、自由、人權民主，九七前可能是這樣排，有很多便衣，我一度都看到很多便衣，我分到啲便衣嘅，好多便衣喺度。所以如果各位市民，我哋一陣間一路行嘅時候，要保護身邊嗰啲抗爭嘅朋友。Hello，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有啲外國人都支持我哋，聯合國頭先有人同我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We need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for all Hong Kong people, all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是不是？ Yeah. 人權啊，大佬，中國識咩人權啊？最近我見到有牧師喺度啊，我見到我呢個牧師咧叫牧師講嘢。啱啱早兩日，大陸捉咗一個牧師，有冇聽到？王儀叫秋雨聖約教會牧師喺大陸。判王儀牧師九年啊，有期徒刑九年。他的罪行就是顛覆國家的罪名，他的罪名跟劉曉波是一模一樣。劉曉波當年聖誕節被中國共產黨重判10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11年，結果劉曉波在監獄裡面屈死的。劉曉波今天在北京發生的事，今天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為什麼不可以在香港發生？當然可以在香港發生，有些教會還在這裡不怕的。我們、現在我們香港還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台灣人說齋一國兩制是假的，台灣人是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香港人我們相信一國兩制，但是我們今時今日已經知道一國兩制是一個謊言和殘缺不全。各位市民，我告訴你，所以我哋唯有我哋點啫？我哋可以點？一係你就跪喺度死，一係你就企喺度死，橫死又死，掂死又死。今日嘅衝衝子勇武派，勇武派嘅年青人就話俾你聽：我哋要企喺度死，我哋唔要跪喺度死。所以各位香港人，2020掂埋心水，繼續抗爭，直至到。五大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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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訴求 ，Five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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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香港，光復香港，光復香港。黑警死全家，黑警死全家，黑警死全家，有啲人话：，唔使死全家嘅。喂，如果你屋企人唔系蓝丝，你屋企人系黄丝，但系你屋企竟然有个黑警，你就要同你嗰个家人讲：唔好做衰嘢，唔好做黑警。如果唔系会陀衰家，系有报应嘅。報應不是報應在你身上那麼簡單，報應你的家人和你的下一代的。我們是香港人，我們經常聽這些東西的嘛，會有報應的嘛，下一代的嘛，是不是？
所以黑警死全家就是基于这个的想法。各位市民，我们是人民力量，我告诉你，继续支持所有的抗争运动，黄色经济圈都是一个抗争运动，其实都很艰难的。我昨天 买咖啡喝，行运整个铜锣湾我都要找一间黄色的咖啡店买杯咖啡。 Starbucks 不可以帮衬， Pacific Coffee 我想都是不可以帮衬的。我估我找得几辛苦，整个晏昼在兜找一间黄，就是要这样做，是不是食团年饭，就是要找一间黄色经济圈的酒楼去食团年饭，是不是？那你说哇好艰难，是好艰难的。陈彦霖被人整死了掉落海都是好惨的。周子洛22岁，方华正茂被人在上高跌下来都是好惨的。好艰难的，这条路是好艰难的。但是我们所付出的只是帮衬一间黄色经济圈的小店，好艰难，你要找的，慢慢找。我们可以做的，这些事出来游行，元旦游行可以做的。今个月除了元旦还有旧历新年，旧历新年食团年饭可以抗争黄色经济圈。食团年饭揀那些酒家，他开着无线电视 CCTVB， 你就跟个部长说可不可以转回 ViuTV， 麻烦你，你客气一点跟他说，这些都是抗争来的，是不是？还有如果你撞到你那些蓝丝的家人食团年饭，不用跟他嗌交，找一条大家好落台的一条线，我告诉你是什么线，食团年饭整家人有些蓝丝的，喂你好啊家权，有什么好东西吃啊？喂这期催泪弹怎么吃法啊？喂哦好，我们探入一点，我探入一点啊，我伸伸下来的，我跳起行不行？跳起。